在总预算案被退回程序委员会后，朝野换地方交锋，全民受害，总预算要退回，合理吗？各种手法道具齐全，花式干扰彼此发言时间，合理啊！请大家拍他们，就是他们，让立委记住他们。拍我没关系。民进党自己想一想，退回来以后有没有协商？没有。你们就在演戏嘛！林国成委员，我不讲林公公对人去陪帮协商，什么时候是在程序委员会里面做协商？那本来沈柏洋一直提，那你们也一直挡。沈柏洋的案子，你们认为今天这个程序委员会很重要？请问一下，我们柏洋委员为什么不来？不满政院的预算编列审查是否要再往后延？朝野没共识，直接现场表决。我现在赞成林思明委员提案的，请举手。赶快举手！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帮忙指挥交通，只是看看角落穿着黑色衣服的国民党立委罗廷伟，怎么好像没举手？赞成者九人，反对者七人，弃权者一人。蓝白联手，最终绿营两票直差落败。不过罗廷伟没举手，也让民进党很意外。罗廷伟，台中市的立委今天不敢举手表决，显然也有区立委知道自己这样作为是错的。难不成是担心开罪泛绿选民引发罢免危机？对此，罗廷伟暂回应，自己人则认为太多绿。我们尊重每个程序委员，因为他可能有选区的压力啊，这不是蓝绿的问题，这是正确的事情，就是应该要做。保障医疗点值0.95，怎么到现在还不编呢？坚持的是对的事情，一点都不用害怕。每个立委难免有选区压力，但重大议题希望党内别有杂音也是人之常情。 TVBS 正片刘君悦风云秀组台北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